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停在这边。Hello, Liga。Hello，大家好，我是坐标在 BC 省 Richmond 列治文，台湾族代表哈哈，，Liga 离乡。Hello，CK 好，Nice to meet you，第一次见面，你好。欢迎送来这么热力四射。没有啦，我们今天参加好多从 BC 来的朋友。是的，非常谢谢大家。对，听到南加蔚蓝，然后我们在北加，那不知道有其他地区朋友要跟我们打个招呼啊？那我们可能就请 William 来为我们开个场吧。好的，那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全球各地的好朋友，各地的台湾乡亲朋友，那现在呢，我想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次非常特别的一个活动。那这次也谢谢 CK 在湾区，在北美洲，在美国的湾区，那双向影印会社，那特别的来推出这一整系列的台湾原住民的一些影音的一些视频跟一些电影。那这些东西一直是我们身在海外的一些异乡游子所关心，对故土故居的一些东西。首先，先介绍我自己，我叫威廉，那坐标在加拿大卑诗省温哥华市，列治文市。那我是2021到2022温哥华世纪辅仁社的社长。那这次知道 CK 有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们特别也找了我们自己在卑诗这边的一些好朋友，包括李湘是我们排湾族的女儿，那包括全牧师是布农族，我们在布农族这边的一个牧师。那未来我们也会从我们在海外的台湾的原住民跟在加拿大的原住民的一些互动，来跟我们海外的一些乡亲，也跟我们的制片导演来做对接，来做对谈。同时，我们还有其他的朋友，包括在媒体界的朋友 Win 啊。还有他的一些制作团队，那这样子，从在海外制片、媒体这样的一个经商经营的一个策略层面，来跟台湾的朋友来探讨，我们将这样子的一些影音文化传播到全球、全世界的时候，有哪些该注意的地方？那首先，那就谢谢CK，所以那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接下去今天的流程也请 CK 来做介绍，谢谢 CK。对，谢谢威廉的介绍。好，大家看到我分享的这个画面，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活动是这部还滚烫烫的纪录片《阿查依兰的呼唤》，大概在3:10或者说不更早，我们就可以开始进入这个观赏的阶段那我们在4:30。很荣幸这次请到这部纪录片的导演魏玉珍，可以做一些及时答询然后大家如果看片子，可以准备好您的问题，或者你有什么心得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做分享。那如果意犹未尽的话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 Clubhouse，另外有一个主题房来继续今天的主题，或者说扩散到相关的议题。今天的形式相当不一样我们也感谢我们的赞助国家电影与视听文化中心这次提供相当好的版本尤其这次中英文字幕版本希望这些安排可以让大家清楚地了解导演想要传递的意涵。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合办单位以及许多个人，其实一直相当支持我们的活动非常感谢他们。那请各位在4:25回到 Webex 上面来，然后我们在 Webex 上面继续我们今天的活动。好的，谢谢 CK 来替我们做主办单位的介绍。那现在我们就欢迎各位全球的朋友
在自己的角落，在自己的地方，我们来观赏这次魏导演来特别帮我们在台湾排湾族来特别做的一次 documentary 做的这部纪录片。那之后也欢迎在四点多那时候继续回来我们这边，直接跟魏导演做面对面的文化交流。谢谢大家。CK 可能要麻烦您把那个连接跟密码再放到 chat room 一下，然后方便大家随时来检阅。好的，好，谢谢，谢谢全球各地的好朋友。那也大家观看完这部纪录片之后，想必有很多的心里面的一些感觉，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首先我们想要邀请这一次我们这一部纪录片的导演魏导来帮我们来介绍一下您拍摄这部片的一个缘由，那同时也请您来那个跟我们说说话，那由您来做开场，接下去可能有一些朋友有一些问题来跟您做请教，所以这部分我们来进行这次的互动，那麻烦魏导，谢谢。大家好，我是魏玉珍，声音 OK 吗 ？OK， 没有问题。我拍这部片呢，是我认识廖丽华，大概在民国98年，就是2009年的时候，我在拍另外一个南岛语族的纪录片啊，就是用考古的物质证据来讲南岛语族的扩散。这部片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部落里面认识到廖丽华头目。那我们当时对他遇到的一些处境，我们就影片中大家看到了，我们觉得是一部很好的传记电影，所以我们当时就决定要拍它了。所以我们这部片的筹备期很长，就是前端为了争取经费啊、预算啊，然后到后面拍摄，其实前后加起来有7年的时间这样子。那这部片其实在我们逐渐就是正式拍摄它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处境比我们原先想预设的，就是我们原先知道的还要更困难。所以随着我们的拍摄，一直在推进。那其实我每次去拍他的时候，有时候他因为我们拍久了，有时候我们都会听到一些就是我们影片中没有的，比如说因为大家看了知道他不会讲母语，所以有一次我去，他就跟我说我不会讲母语，可是还好我歌喉还不错，所以在一些场合需要他讲话的时候，他就唱歌给族人听。那其实他讲得很轻松，可是我听了觉得还蛮酸的，就是我觉得说，哇，一个母语对一个头目其实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他很没有自信，因为他是头目，可是他不会讲母语，一定会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但是他还是想尽各种办法来化解自己的尴尬，这样子，对。我大概先简单讲到这样，看大家有什么问题，这样子想要了解，更进一步了解。好的，那我们现在开放我们自由提问，那看有哪一位朋友想要跟魏导来做互动，或者说有些问题想要询问魏导，那可以麻烦您再举个手，然后或者是说将您的那个音频打开，那跟魏导来做对谈，谢谢。我知道我们这次的一些朋友里头呢，有我们自己排湾族的女儿，那个林李香林小姐，那她也是从台湾族
也移民出国到加拿大温哥华这边。那我想也请林里香林小姐以她自己本身的一些个人的经验，那也跟卫导来做一下那个请教，来做一下互动。那是不是说我们台湾族的一些朋友，那看了这部那个廖丽华廖头目的一些传记一些生平之后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看我们林里香，我们林小姐。李嘎你在吗 ？Hello， 我在啊。有没有看到我？公主换你讲话了。我被呼唤了。我没有想到那么快就 Q 到我。我想说我是压轴。你是卫导哈，卫导你好你好。你是自己台湾族人，你当然要第一个呀。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我已经哭了很多遍了这几天。真的非常感谢主办单位，然后还有温哥华 Kiwi Production 的 Founder Wayan， 他用这样子，他来告诉，是他来主动来跟我讲有这样子的一个纪录片，然后跟这样子的活动，然后我赶快报名，你知道吗？绝对不能手软。那来邀请我来和大家分享，然后观看这个影片，我真的非常荣幸，还是可以跟导演一起这样子有个互动。那因为为了要好好的讲一讲。讲我的心得感想，其实在那个影片还没有在 release 还没有在给我们看的时候，其实我在网络上就已经在做功课了。我看了很多的一些简介，然后也看到很多人在廖丽华的那个专访，我们头目的专访。那我真的是一边看一边流眼泪，因为我在加拿大十几年，那个心目中想家的心情哦，在异乡打拼的感觉马上被触动到。所以真的是没有在开玩笑，就一边吃饭一边哭。那我其实最主要也是因为跟丽华有相同的背景，我是一个台湾原住民，一半的台湾原住民。那我也不会说母语，再来我也是单亲妈妈在异乡打拼，虽然我还没有回台湾接头目，因为我还早，因为我的外婆是泰马里乡大溪村的头目，那按照传统是我妈妈要继承，再来才会是我，不过应该还很久，也不可能轮到我，我是这么觉得啦。所以就是因为很多的地方就引起共鸣。那片中有一段话呢，他的儿子是这么说：我的妈妈很硬啊，很爱装坚强，很爱硬撑，不喜欢麻烦别人。那丽华也说，是真的很辛苦这条路，但是真的只能苦中作乐。等一下哦，我怕我哭。所以就是这种感觉，真是让我在加拿大这14年，我25岁一个人过来这边打拼，我在抖我的声音。那你从留学啊，想办法技术移民留在这个加拿大，你中间有很多挫折感、害怕，还有担忧，还有被欺负啊，因为你就是因为有人知道你要移民嘛，那他们有些不良的业主啊，就会给你很低的薪资，然后跟很长时间，然后就是知道说你要移民，然后让你留下来。那这样子一年的期啊，你真的是求助我们也不懂。那我真的觉得很受够了，然后就自己反击一连串的捍卫自己的权利啊，去努力。那就像他儿子说的，你真的喜欢装坚强，不喜欢去靠别人，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埋头苦干。然后打电话回家就只能是报喜不报忧，因为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你哭也没有用啊，就是自己选择出国，所以只能自己负责这一条路。然后你到了东部啊，就是因为在加拿大西部那时候温哥华是很难的，然后我们就去了东部，我就一个人去离开我的前夫，离开我的盒子，去东部去办移民。那时候就不小心就那个感情出了问题，然后人生就重重跌了一大跤。那我以为说自己已经是谷底了，但是其实还没有，后面还有一连串的打击。那朋友就问你说：“你这样子那么的辛苦，离乡背井的去打拼，为了一个身份，然后遭到这样子的婚变啊欺负，你觉得值得吗？”其实那时候的我真的是
心很累，一边洗澡一边流眼泪，你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水花还是泪水。洗完澡以后啊，又大哭一场，然后你再睡一个觉，早上起来又是一条好汉，又可以笑嘻嘻的和同事在打拼啊，然后很认真的工作。就是丽华说的，你只能苦中作乐。那我有时候就想想啊，这真的是我们原住民女性的特征，就越挫越勇，你一肩扛起的责任，手上编织的未来。然后回到台湾啊，就四五年，有时候三四年才回去一次，外婆帮你把利息啊，帮你保佑，然后长辈给你打气，告诉你说你要加油，你要努力啊，这样子。那好听的话不会说吗？只会讲这些。然后你就觉得好吧，我是那个原住民，我要努力，我是女汉子啊，那只好就这样子又回来啊，继续打拼，继续撑着。然后我外婆就会说，就是上天祖灵要你茁壮，要你强大，因为你有更大的使命，所以会让你遇到这样的挫折，你要越挫越勇。那我现在在创业嘛，然后在做月子中心，那也是一个人要面对很多一些阿姨呀、啊，那些月嫂阿姨的讨价还价呀、啊，然后还有一些客人可能24小时会有很多的一些状况，那你就必须要赶快解决。那就像就是跟丽环，就是当初要去接头目的时候，他的一些族人会跟他说，很多人跟你一起努力，我们都会支持你。那现在跟着我的人越来越多，那我的责任也变大了，你就是要常常思考一个公司的发展方向，如何达到一个双赢的目标。你我相信丽华也是，你要如何重建这样子的文化，让你的族人更能够去信任你，然后相信着你，把这样子的部落的部分，然后继续努力往前走。所以这就是这部片呢、啊，让我看完之后，我真的是觉得我们这个议题带到的部分有原住民的一个文化重建的文化，单亲母亲的压力跟拼搏，还有如何找回自己跟自我的认同。这也延伸到刚好最近加拿大原住民215的一个事件的议题，还有最近的斯卡伯族群是如何的对立，然后到现在的和解。我觉得真的非常感谢魏导演，你费时那么长的时间，7年的时间制作那么的感动又可以鼓励我们后辈的纪录片，让海外的我知道说，原来我们台湾族有一个女头目叫廖丽华，扛着一样的责任，很努力的生活，然后将传统文化拼凑完整延续下去。那这么多的人为原住民文化努力而且支持着，我必须和大家站在一起，把这样子温柔又坚强的精神让更多的人看到，而这是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努力的。谢谢 Mani Mani。 哦，讨厌耶，哦，太过分了，我的妆都花了。好了好了，结束。我也都哭了啦。谢谢魏导演。谢谢谢谢。哇，你们都好不简单哦。那还有哪一位朋友想要跟魏导一起来分享的？有没有听到？有听到哦。魏导你好，我有一个小问题在问哦。我刚才看这个部影片拍的时候，他的一个那个蒙眼的时候有些天主加保佑。我的问题是，台湾族他是两种信仰还是说只有一种信仰？因为他是大头目，但是他看起来好像是那个基督教或是天主教之类的东西。谢谢。台湾的原住民哦，很多，比率非常高，大概就是天主教跟基督教，居多。那少部分的传统教可以这么讲。所以其实他们要维持他们的传统，尤其头目家族要维持他们的传统，无论是信仰或是他们的社会制度，其实是蛮困难的。那廖丽华他们也是基督徒啊、哦、基督徒。那但是呢，廖丽华当他决心回到部落的时候，
我不知道李湘哈，因为你刚刚有讲到你外婆会帮你把了一些嘛哈，就是帮她稍微就是有点帮她祝福这样子。那其实头目家族头目，其实他们的家屋旁边都会有一个主灵屋，所以其实他会承担一些就是部落的祭祀或者是他们的传统信仰的这些记忆。所以呢，他们会很直接的接触到所谓他们的传统信仰，就是他们的祖灵信仰。所以廖丽华，我可以直接讲，就是说其实他是被他的祖灵呼唤回去的。哦，就是其实他很以前更年轻的时候，他非常的坚决，他不想当这个头目。好，所以他是到台北，都在北部工作，然后部落里有事情他才回去。他就是不想。就压力太大哦，因为不会讲母语，才30岁，爸爸过世，然后又单亲有小孩，可是部落很多老人家对他期望很大，然后部落又没有头目的家屋，所以就是压力很大，他其实非常不想做这个头目。可是呢，我不知道李湘哦，李湘不知道会不会听到你外祖母跟你讲什么？廖丽华就是。他的祖灵就是会在梦里呼唤他，这样就会跟他说嘛：“你该回家了。”这样子，那因为这样子，所以终究最后他还是回去了。那我觉得，我们也曾经到他北部工作的地方，哈，因为我们跟他接触的时间很长，那就是跟他聊过他当时的状况。那当他回去的时候，我们其实有看到他的决心一直在改变，所以其实他现在他已经很少上教会，他妈妈也不强迫他上教会了。以前他妈妈会跟他说：“你就上教会啊，你就信主就好了，那都不要管了。”哦，因为他妈妈看他这么辛苦，就跟他说：“你都不要管了。”那我个人是觉得说，在我的影片当中，主灵。说话的那一段，其实我们当时我们并没有要触碰到宗教信仰这一块，因为我个人觉得信仰是自由的，所以呢，没有人可以说我也不可能去说，哎，你们是原住民，你们应该信仰你们的传统信仰、祖灵信仰，我觉得我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那一场，其实我们到旧部落其实是要拍百步蛇。那其实百步蛇对台湾族而言意义也很大，尤其头目家族，我们其实是要去拍，可是其实百步蛇现在很难看到，所以我们其实也带着巫师上去，因为百步蛇已经有点他们的有点祖灵的象征了。对，那结果没想到我们拍到的是他们祖灵的这一场。那因为我们听不懂族语嘛，所以事实上我们在现场其实都有点还不知道祖灵下来说话了。对，那是之后哦，我们才知道哇，原来是祖灵这样子。那我只能说，台湾族的祖灵啊，是他们对他的应该说什么？对他的子民啦，哈，对他的这些子孙，其实是也可以说意志很坚定的，希望他们可以回归到他们的传统。所以其实我在拍这部片的时候，我上祖灵的那一场，其实还没到他们旧部落的时候，下面有一个平台，他们会在那边先祭祀一下，告知祖灵他们到了。其实，在那一场，我自己都感应到了，就是哎，我突然眼睛看出去，哎，世界不一样，就是哎，我看出去的一样是山景，可是整个颜色变了，这样子。好，那我现场的人物都没有了，就是我们有摄影小组嘛，哈，那包括头目他们的巫师都已经没有在我的视线里面了。那我当时就觉得哇，我当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上去旁边就是祖灵屋，我当时心里也就想说哇，祖灵你想让我看什么嘛？这样子。好，那其实这个状况两次到上面去。祖灵屋的时候，其实又发生了一次，所以在拍这部片的时候，我个人也非常战战兢兢。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拍原住民的东西，有时候
其实是会有噪讯的，就是可能你没有经过什么样的同意或没有告知，像我们上去拍一定我们头目一定到，那为什么廖丽华头目他一定都会带着巫师上去或是祭师上去，因为他母语不好，他没办法用母语跟他的主灵对话，没有办法这样跟他讲，所以他一定会带着他们上去这样。那所以说我个人自己拍这一部片，我比较抱持的就是用比较介就是怎么讲，总而言之啦，我个人也很战战兢兢就对了，因为我觉得这涉及到他们一个族群的一种信仰，他们祖灵这样子的呼唤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祖灵所有讲的话我们全部把它放出来，一字不漏，其实就那么一些，也不多，就那么一些这样子。那其实很多人看到这一段，包括汉人朋友看到这一段也会跟我说他觉得很感动，连祖灵都这样在呼唤他回家这样子。那因为我们的片名在一开始争取经费的时候就叫阿查依兰的呼唤，那我们也非常惊讶，随着我们这样一直拍一直拍，这个形象越来越出来，然后他自己祖灵 也出来呼唤他要回归他的传统信仰这样。所以有一种有时候我们觉得拍一些东西我们常常这样觉得，就是其实有时候就好像什么运气特别好，就是说你会拍到你很多意想中的东西。所以我个人在拍东西的时候，我往往就是坚持，然后我自己的拍摄态度还有拍摄的念头，我个人会抓住我自己的念头，比较没有失我，比较没有我自己私人的这个层面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信仰，不论是信仰或是他们的文化，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哎，现在不是平等吗，人人平等，可是他们还是阶级社会制度。可是我觉得其实他们的阶级社会制度其实就绑在他们很多的生活里面，他们不像说头目有生杀大权嘛，其实没有，他不像以前皇帝他说我要杀人就杀人，其实没有，他们其实就是一种责任社会制度在维持他们这样子。因为以前的原住民是其实就是部落型社会嘛，他们有时候部落跟部落之间可能也会因为传统领域，会因为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也会有一些纷争或是争议。所以其实早以前他们的头目承担有政治的身份，有军事的身份，等等，那当然也有文化性的部分。那现在因为现代社会，所以头目比如说行政权就变成是村长了嘛，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廖丽华他现在很困难的原因就是他变成没有任何资源，就是头目手上没有任何资源，没有钱就办不了活动这样子，所以他其实非常的困难这样子。对，那大致上先这样。那我觉得那个李湘我觉得我每次看到台湾族的头目，尤其女头目，我都觉得哇，他们真的好辛苦，真的特别辛苦。可是我又看到一个一个的头目都没有放弃，对，真的都没有放弃，他们没有假日哦。因为原住民朋友他们婚丧喜庆不像汉人要看日子，他们没有，反正天天是好日，那大家人越多越好，日子就是礼拜六礼拜天这样。对，所以他们几乎没有假日，就是平常工作假日就是很多的庆典活动这样子。对，那有时候对，就是我有时候都觉得我觉得他们好像比政治人物还忙耶。对，就是因为像廖丽华他是来自于一个很大的头目家族叫古楼，古楼李湘应该知道，古楼算是还蛮大的一个家族。什么叫很大一个家族，就是
鼓楼的那个罗木兰大头目，他所属的部落就将近50个。那他们过去原住民为了维持他们的就是他们的领域，他们比如说廖丽华为什么是属于这个鼓楼部落，他的爷爷，因为他们会有这个讲起来很复杂，就是有些部落里面可能有两三个来自不同家族的，他们可能大家也住在同一个村里或是同一个部落里，所以一个部落有时候不是只有一个头目，他们可能有一个叫大头目，然后可能还会有在下一个位阶的，所以你看到头目不是只有一个阶级一个位阶，一个头目大概有3到4个，所以像罗木兰鼓楼这个他就是第一个位阶，对于他们这个家族来讲就是第一个位阶。那他们以前头目会生很多小孩吗？那他们会靠婚姻制度来变成他们的位阶的提升，比如说廖丽华为什么他会变成大头目，因为他上个位阶的罗木兰这个大家族的人派了一个人去跟他的奶奶结婚，那就是他的爷爷，那因为他位阶很高，一过去以后呢，他奶奶这边这个家族就变成最大的头目。然后除非后面还有人在过去后面还有人位阶因为这样的婚姻制度抬升了提升了，廖丽华的位置很可能就会降下来。那也他们的婚姻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很强调门当户对，所谓的门当户对就是头目跟头目结婚。那如果你头目比如说廖丽华的儿子娶了一个平民，他生了小孩位阶会下降，他又生了一个小孩又跟平民结婚，又生了一个小孩又会下降，所以他们大概到差不多第四代如果一直跟平民结婚，最后他头目家族也会变平民。所以其实廖丽华他 当时因为他不是很清楚就是因为都住在平地嘛，所以他没有太意识到这种婚姻制度，所以他现在都会跟我说门当户对门当户对，他现在已经理解了，对他们这种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来讲，头目家族的门当户对是很重要，这维持他们的血统。对，所以他过去小时候头目的小孩都会被指婚，就好像我们以前的那种指腹为婚的那种感觉，就他是被指婚的，不是说指婚就是家长也会去物色谁家的头目家的某一个小孩跟他可以配这样子，嘿，因为主要就是希望他的后代不要下降这样。所以廖丽华他也曾经小时候被指到，但是他不要这样，所以他最后嫁给一个卢凯族这样子。对，那我相信他现在已经知道头目的婚姻没有那么随便可以自由恋爱，如果当然他也可以想自由恋爱这样，可是当他回过头来想到他自己的社会制度的时候，他可能会对于婚姻都会思考。对对对，不好意思好像讲的有点偏了。那我刚刚讲到宗教信仰，其实他们的文化都是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嘛，所以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戴的头饰，包括他们的名字，包括他们的家名，其实都可以看到他们的位阶这样子。对，那李乡的那个部落可能不是来自于鼓楼部落的，那因为可能台湾族大概有4-5个这种大家族出去的，所以多少有一些文化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传统不太一样。那我现在讲的比较是鼓楼部落这边的系统这样子。谢谢谢谢。我可不可以再补充一下？嗯，那个我是虔诚的基督徒哈，你刚才解释的话，这个部落有一点像那个以色列那个这个民族了哈。那我现在不是问这个，你刚才讲的话就是他在呼唤他们的祖灵回来，当然
是经过巫师啊，但是那一段我听得懂，我觉得他是在讲国语，不是用他们的母语在呼唤那个母，是对吗？应该是他讲母语，他讲、哦、全部都讲母语啊。但是因为有些现代的话没有母语嘛，比如说、哦、是对不起对不起，比如说他讲我们现在都信教哈，因为这个没有母语的用词嘛，所以比较就是比较没有母语的，他可能就用国语讲这样，是是是，所以他几乎都是用母语这样。对对对，好。那为什么台湾的原住民会比较信仰西方宗教？是因为以前西方宗教其实会进入部落里面，就是算救济嘛，哈，就是会进去。对，所以就是以前原住民朋友他们的生活也不是很好嘛，因为大很多都住在山区，所以他们就获得这样的协助，那当然慢慢他们就会信仰他们这样子。对、啊、谢谢谢谢。嗯，谢谢魏导。那我想那个跟全球各地的朋友也稍微介绍一下，在我们加拿大卑诗省，我们同样也有一位原住民的朋友，台湾原住民布农族的朋友，他同时也是一位牧师。那全牧师，我想说也请您从就您自己本身从台湾原住民的一个角度，以及您自己是牧师的一个身份，来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所谓的祖灵，所谓的传统文化，所谓的宗教信仰对整个原住民族群的一些重要性跟一些分歧性。那所以在这边也请我们全牧师跟全球各地的朋友来分享一下，谢谢牧师。嗨，各位大家好，谢谢 William and 还有魏导哦，谢谢。我很喜欢这个纪录片哦，我常常看纪录片，然后世界各地的纪录片我都看，然后特别是台湾原住民的影片啊，我都会看。那我很欣赏这部片，是因为我可以看到台湾这个头目的美丽与哀愁啊，他的生活。我认识很多台湾族的头目哈。我的同事啊朋友啊前辈很多都是头目家族的、啊、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些都一再的在提醒很多人，让我们知道说，让更多人知道说台湾族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那 William 刚才讲了很多介绍、哦、好像我要讲三个小时才可以讲完，不过我就尽量分享我身为布农族，那我跟台湾族其他原住民很有渊源，因为跟我学了很多的语言日文啊，甚至还有泰雅语，还有泰鲁格，还有我自己的母语。那我本身也是母语老师哈，所以知道母语的重要性。我甚至在国外依然也是在固定的时间教台湾的布农族的年轻人他们母语。那还有就是因为我本身在信仰的关系，我成为牧师，那在国外读硕士博士都是研究神学哲学还有原住民的那个人类学，所以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很有趣的议题哈。那我觉得世界各地的原住民都一样遭遇到很多身份认同啊文化传承。那今天提到一个就是福音跟文化的一个冲击哈。我有很多朋友他们是头目，他们被迫要他们想要当传道人，但是他们要回去继承他们的使命哦。我就拍手叫好说你要回去，这是一个礼物这样。那因为那是他们有一些人是像台湾族他们就有这个，那这边原住民在北美这边他们也是一样啊，他们也是First Nation People， 他们也是有身份要去回去成为他们的那个酋长部落的领导一样，他们也是会回去，但是他们带着他们所继承的信仰。所以对我来说信仰跟宗教这个东西其实是难分难舍，那它是一种生活选择，是一种人生的一个定向哈。那我觉得没有冲突，所以当你在讲到那个什么原住民还有那位头目他的那个故事的时候，就非常感动。因为他 用, 用,
用尽他生命去做这个选择，这个很重要，我想他不会后悔。对，那有一个插曲，就是里面中的影片，当我看到他的时候觉得怎么蛮面熟的哈，因为我看过他。后来那个里面有一个成婚的那个婚礼啊，那些年轻人刚好是我从小看到他，从小看他们家人长大的哈，那个新娘啊还有那个家族跟我很熟，认识二十几年了。那我知道他们也是头目的家族，跟一些有一些以前就有认识哈，他们也是在教会长大的，那我刚好是他们在儿童植入学的老师，所以当我看到他说哇，这个头目怎么跟某一个小朋友的脸长得很像，就后来看到后面的时候，哇，世界很小。对，那这是我觉得说很棒的一个体验，也谢谢那个 Wayne 跟 William 还有所有的邀请我，要不然我没办法参加，也不会看到这么好的这个影片。那从布农族来看排湾族，我们有很多共通处，但唯一不同是在阶级制度上面，我们有不同的分配，还有信仰观、宗教观也不太一样哦。但是在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冲击啊、勾心斗角啊，还有因为这个影片哦，导演你让我们看到头目虽然有华丽哦，大家都看到头目华丽的一面，但是你让我们看到他的一些哀愁，还有他的使命哦、责任感。对，看到他头目，我看完的时候。我就想说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头目也是人、哦、需要帮助、哦、也会哭，也会需要借酒浇愁的时候，脚也会受伤啊，摔倒的时候会受伤，但是往往会造成很多人，如果你是头目，那你必须要自立自强，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自私的行为，在原住民传统的观念，不管是哪一个族群、哦、不会有这种想法，除非是在现代的人的价值观跟时代的一些催促、哦、人的私心越来越明显，那到底是谁没有按照传统的心智在生活和对待人与人，那很难说、哦、但是我想不是那个头目，因为那个头目是费尽一切就要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时代的冲击啊，还有他的文化认同的部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那勾勒出头目也是人，不管今天不管你的身份还是怎么样，还是你有什么历练，会母语不会母语，你既然有这样的身份，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你必须要做一个抉择，你要做还是不要做，那个头目选择就是去做，不管怎么样他都去做，我觉得那就很感动。在人生中除非你很确定某一个东西是你很想要的，你用尽一切去牺牲去保护去取得的，那在人生中很少有这种东西，那除非是你的家人啊，你所爱的人，你会用心去保护，但头目这个角色一般人看不到，因为他手摸不到，你们也说他没资源，那他从前也一直以来头目就是扮演牺牲奉献的角色，并不是很像皇权贵族，所以很多人的误解就是可能从他人的思维去看哦，头目就是很像皇族贵族，可是头目在实际生活当中他呈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他去牺牲奉献，那这是一个很无私的，所以那位头目女头目，我看到她的时候，虽然许多人认为说，好像不合格、不及格哈，但就讲说你怎么不会说母语，那个就很过分了。不会说母语，为什么不教他？对我来说，我就觉得说，讲这些话的人，你们就必须要反省了。对，就变成就是说，居心叵测。但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这样，你面对很多那。这头目他用这个当作他的经验跟他的成长的资源、哦、变成一个动力，所以他变成刀枪不入、哦、就只是在夜里默默的哭。那我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让我想起很多的人，在作为我们所认识的，不一定是
头目，也有很多你们可能知道的是你们的长辈啊，你们的父母，还是甚至是你们自己。所以看到他的时候，也看到我自己的长辈啊，然后也看到那些很辛苦的。所以看到那个，我当那个李湘说他自己是头目的时候，我就说哇，我第一次听到，我没有我哇，你可能有提过，是我没有注意听，可是我听到你是头目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我心里就倒抽一口气，因为我听过太多朋友他们讲他们头目的故事，都很辛苦，就跟导演讲的。但是这部影片它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把那个什么。头目这位头目的那个个性啊，他自己 authentic 和真实的自己真实流露出来哦，所以我觉得他已经是完全百分之百相信你还有团队，所以才会把自己放在你的镜头前面。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无价，因为你就算是李安来拍，他如果不相信他，就算一几百万放在面前也拍不出来这种东西，那个眼泪是做不出来的，还有那个祖灵的那个回应跟呼唤。好，那我就先分享到这里哈。好的，谢谢一比，谢谢全牧师。那还有全球的各位朋友，还有哪些有？那个疑问，或者是想要跟魏导来分享，或者说有一些想法想要跟全球的一些朋友来一起分享的，是那您那个沙人，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沙人沙巴加亚，我自己本身就是原住民，我是排湾族原住民，我是纯种的原住民。那我非常感谢导演啊，因为我就在来义乡服务过，我现在住在北加州湾区，在旧金山湾区。那我曾经在来义乡教书了5年，那我的姐姐嫁到来义乡鼓楼，就是在鼓楼村，她现在也是在来义的小学教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对来义乡这个感情是很深的，因为我在那边生活，等于是我在那里教书教了很多年，然后你所路经的那些地方我几乎都是去过的，甚至那个族人很多人都是我见过的，就是我们那甚至我还看到有些孩子是我教书教过的。所以我觉得我看到了，看到我是在 Facebook 上面就是看到有人就是 po 了这样子一个讯息，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来看。但是这个大后的这个头目我倒是不认识他，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因为我自己本身都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来义乡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子长大，所以我很了解他们当中里面有很多的角力，政治角力的东西。所以其实在这一段历史当中，比方说你刚刚讲在影片当中他有叙述到像高家他们想要去争夺这个部分，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其实如果他们把家族图把它画出来之后，就非常的清楚你是这个家屋是属于谁的，就是属于谁的，把家族图分布出来。因为我自己是高氏，我自己是牡丹乡，我是高氏村的人，那我的家族就是那个牡丹社事件，我是牡丹社事件的后人。所以当牡丹社事件发生了之后，其实我们的家族也是被砍杀了非常的多，然后那个头目的体系也几乎就是好像消失掉这样。最近我听我父亲说，好像去年还是前年才又重新立了一个头目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很多很多东西从那个家族图去阐述这个历史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有他是应该是属于哪个后人，这个地方那个我是蛮希望去厘清的。第二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在影片当中我所看到，我不太清楚是他们是做了些什么样子的事情，让这个警察都跑上到村庄里面来了。好，但可能要请导演再去等一下跟我们解释。然后第三个，我想要回答牧师全牧师跟 Tony Chen 的一个问题，就是信仰的问题。我的奶奶是头目家族下面分出来的贵族，因为我们奶奶不是继承这个家系的这个头目，但是我奶奶继承的是祭司这个职务。所以我奶奶是在部落里面的一个大祭司，
可是非常神奇的是，后来我爸爸后来就是刚那个导演讲的信有外国的宣教士，然后进到了部落里面去之后，我爸爸19岁那年信耶稣了之后，我爸爸就一直信主了。可是呢，这就跟我奶奶的那个传统的，他就是他一个大祭司，就跟我父亲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会有一个冲突。可是你们知道吗？当40年前我奶奶过世之前，他告诉我爸爸说，我爸爸今年已经85岁了，他告诉我爸爸说，你要信耶稣。因为我是个信仰我们传统宗教的人，但是我知道你信的耶稣比我信仰的那个神能力更大。你觉得很阿门吗？我觉得非常的阿门。所以这是就是传统信仰跟信仰基督教在一个大祭司的家族里面一个最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见证。所以我觉得我在信仰这一块里面，我从我奶奶跟我爸爸的对话里头，我们全家都信仰，就决定就是信耶稣，不，我们也不去接任何祭司的职位。后来我奶奶把她做祭司的那个头骨架丢到巴士海峡去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美的见证，对我们信仰来讲。所以我觉得基督教进到部落里面去，它会跟我们的传统信仰有很大的冲突。可是就像全牧师讲的，你若是头目家族的话，你要继承到这样子传统文化，你必须就要有所取舍，因为你要去建立你自己的部落族的文化。所以我觉得重新再看到那个导演拍了这部片子之后，我觉得我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啊。一方面我在北美，我已经4年没有回家了，我还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来异乡的这样子的景色，或是以前的朋友，我觉得很感动。然后就是也很谢谢大家能够关心我们原住民文化，希望我们原住民也能够在全国世界上各地，我们都有原住民同胞能够在不一样地方然后开花，然后让大家介绍我们台湾是多么的有多元的文化，能够存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好，谢谢导演，谢谢大家。我讲另外一个也是祭司家族的故事。他也是奶奶哦，奶奶是祭司。然后他奶奶过世之前也是跟所有家族的人讲说，我们家的巫师就到此为止了。哦，他把他所有的跟祭司有关的东西全部就跟着他一起埋葬走了这样。那他的孙女有一天小时候就看到祭司的东西嘛，就是那个珠子哦，那个珠子。然后呢，他就跟他奶妈妈说：“哎，我怎么看到一个珠子这样？哦，一个就是有点是无患子嘛，哈，无患子的那个珠子，巫师、祭司都会有那个东西。”然后他妈妈就知道，哇，这个早上他要当祭司了。好，哦，这个是一个女孩子。你很年轻，所以他常常就会看到那颗祭司。那后来他北上到台北艺术大学，哦，他画画很有天分，就念北艺大。然后呢上台北以后，因为要交男朋友，那个珠子就经常跟着他了。然后因为交男朋友，只要他想要去约会，那个珠子就开始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这样子，就是有点阻止他去约会。这是他亲身跟我们讲的故事。然后呢他有时候就他受不了，有一次他受不了了，因为他阻止他交男朋友嘛，然后他就把那个珠子就放到一个小罐子里面，跑去碧潭的新店溪那边就说，主请你把它收回去这样。然后就把它丢到那个碧潭河下这样，他就很高兴跟着他朋友一起回去。就他回到家以后，那个珠子又出现这样。Okay, 那他到现在他也坚决没有要当，哦，传承他奶奶那个祭司的位置。那只是他现在他珠子还在，他就把它好好的收藏起来，他也不把它丢掉，就好好把它收藏起来。然后他有时候还要去观察他，因为就是他亲手跟我们讲的故事这样。那我
为什么我个人我觉得台湾就是台湾的原住民，因为一些历史因素，在很早期的时候就是已经很多都信仰西方宗教了，所以我觉得除非他们自己想回归，或者是除非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像我自己在做片，我也没有这个资格去做什么样的评价或怎么样来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所以这个部分是我比较守的分际，包括他们的社会制度，就是台湾族的社会制度，我都觉得除非他自己放弃了，我不要这个社会制度，否则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外人可以说你这个社会制度怎么样过时了，不符合，因为有阶级制度怎么样，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非台湾族人或是可以这样子说这样的话，除非他们自己放弃这样子。对，谢谢大家，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在国外加拿大美国放映，竟然有这么多原住民朋友看到，然后其实我也觉得还蛮开心的。对，希望有慰藉到你们，看到自己对家乡的故事这样。你的 screen sharing still on 哦？威廉，我们继续。我们可以看到你的 email。对呀、啊，导演你好啊，我听到说，终于他决定，他下这个决心回到部落里面去接掌头目这个角色。然后我想请问一下，当你在最后剪辑然后拍摄过程结束之后，有没有想过说想要把那段过程就是分享出来呢？还是说？变成了最后这个版本，我想要听听就是你对于这方面的想法，谢谢。哎，不好意思，刚刚前面有一小段的声音我没有听到，前面有一小段声音好像断了。哦，你好，我最前面是指说，您前面提到说，他在下决心回到故乡之前，心中有过很多的想法。跟就是挣扎，然后最后在下定决心之后才回到家乡去接掌头目这个角色。那我想要请问说，当您最后在做剪辑以及拍摄的过程中，有没有想过想要纳入这个部分，然后来做整体的影片的一个呈现，然后到最后当您剪出这个最后的版本的时候，你心中对于这个影片的定调是心中的想法是什么呢？有没有什么影片的片段您觉得很可惜没有办法一起就是呈现给观众出来在最后的版本？就是他还没有决定想要继承这个头目的这一段故事。我们当时我们这一部片比较定调在其实一个女性的奋斗故事，好，所以那一块的部分其实我们并没有拍很多，好，那一块的部分，所以当我们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争取到预算，好，还没争取到预算，那等到我们争取到预算的时候他可以说已经会部落了，好，所以那我们整个故事就从我们争取到预算的时候开始说起。那我们其实一开始我们想拍的是一个女性的奋斗的故事，比较是励志的。那所以刚刚那个有提到那个警察那个部分，这些全部都是我们整个影片里面中的所有的插曲，就是里面看到纷争都不是我们意料中的。对，那但是因为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不得不针对头目的身份做一些确认，所以我们就变成要透过不同的祈祷一直来
讲他到底是不是头目这件事情，来确认他这样子。那其实因为他部落里面的争议事情，其实也让我们这部片的说故事的方式是有调整的，哦，调整到现在这一段这样。那有没有片段是我们没有放进来的？他要更长也可以哦，比如说他有去当婚礼歌手，因为他就是。我这样讲，他说，因为头目就是不需要去参加很多族人，尤其古楼部落很所属部落很多，那些其实都是他的亲戚，所以他也不是只有他自己部落里面的事情，他包括古楼那边延伸出来的其他部落都跟他是有亲戚关系的，所以他要应酬的范围还蛮广的，所以呢。都没有钱包红包怎么办？因为原住民朋友也现在应该也像我们汉人一样，就是婚礼可能会也会有包一些红包这样，所以他就说怎么办呢？那我就唱歌这样子。所以有些朋友觉得他唱歌不错，他就会去当婚礼歌手。那婚礼歌手这一段我们就没有放进来。我现在就觉得，我应该给他放进来，就是他其实歌唱的还不错，然后他录过一张 CD， 他以前是想当歌手的，真的。好，他录过一张 CD。对，那我当时有跟他说，头目你一定有一段可以让你唱歌，但是婚礼歌手，所以我们第一段进来，他在台东，我就真的让他很开心的唱歌这样子。对，那刚刚有讲到警察那一段，我忘了就是解释，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他们知道有要拍纪录片这件事情，我相信他们压力也很大，哦，他们压力也很大，就是他的相对方那边压力也很大。那原本没有拍纪录片的时候，其实他的故事没有人知道。那过去廖丽华在部落里面因为没有资源，其实他其实是有受到一些算攻击嘛，哦，就是或多或少都有。那所以说当我们要去拍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也是有接到对方的电话，哦，我们还没回到台北，其实我们电话就收到了这样。那我原本这部片的导演并不是我，但是我是比较是制片人的角色，但是因为一开始就有这么重大的事情，所以我只好自己跳下来当导演，因为又是女头目嘛，对，所以我觉得最适合的人就是我。那当时我接到的电话，第一句话。他跟我说你在拍什么，我说我在拍廖丽华的个人的故事，然后就有跟我说你要，他是我们大后的人，你要拍他要经过我的同意这样。那我当时听到这样的话，我其实不是很可以认同，因为我觉得因为廖丽华本身就是头目，我跟他说他满二十岁了，他是成年人，只要他同意给我拍，我就可以拍这样子。因为我们纪录片一拍，就是已经揭露他们的廖丽华是头目这件事。其实他如果没有前面报警这件事情，我其实不会去琢磨他是不是头目这件事情，不会那么的去琢磨，那么的去有谁说他是头目，有谁我不会，因为在我的认知里，就是认识他，他就是头目，所以我没有必要去确认他是不是头目这件事情。但是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只好去确认，那反而让这部片就是大家更知道，哦，他真的是头目这样。所以警察的这一段，其实我们就是走在部落里，我们在拍廖丽华头目在部落里跟他的族人互动，
然后突然警察就来了这样。其实一开始突然是广播，好，然后因为我们听不懂主语，他广播他们要开会，然后再来警察就来了这样。那我觉得其实就是不希望我们拍这部片而已，我觉得是这样的，嘿，就是这样。所以任何人去拍廖丽华这部片，我相信遇到的事情是一样的。对，那现在我他们现在的状况就是走到官司的阶段了，哎，就是地方去法院要就提起确认头目不存在之诉，就是确认廖丽华头目身份不存在之诉。他们现在就是透过诉讼的部分想要把廖丽华头目身份拿掉。那因为毕竟廖丽华很弱势，然后对方比较有资源，所以未来的结果如何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希望法官是要审慎的就是审理这个案子这样子。对，好，谢谢魏导，谢谢魏导在解释警察的这个片段的时候也帮我们解释了在拍 documentary 也是说在拍纪录片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了一些问题。那我想我们在全球的一些朋友当中，在加拿大卑诗省我们也有一些朋友是做媒体产业，而且也是希望在进行做一些电影视讯传播的这些素材。那想说是不是也请这些朋友以从产业的角度，从电影视音影片视频的一个角度来跟魏导做一个同业间的一些交流跟互动。那我想说不知道哪一位朋友来跟魏导来进行一个意见的分享。谢谢。好的，那魏。您的语音需要打开 ，Win， 您的语音需要打开。Hello， 是，我重新说一次。我身后的奇异果，还有一个我们年轻的导演后面的奇异果，都是我们公司的同事。那我们是来自于温哥华的，也是在 Richmond 的一个制作公司，同时我们也是一个媒体公司。当然，我们是做比较新媒体的，包括像 YouTube。或是一些 Instagram 这些媒体的，但是呢，我本人是非常喜欢看纪录片的。那也这次也非常非常开心，我也是在我们的温哥华的台湾人的 Facebook 版看到这个活动，那我觉得非常棒。我也跟 CK 这边聊过说，本来是在湾区的一个线下的一个活动，聚集一些人过来看电影，但是因为疫情所逼，把我们逼到线上去了，没想到。逼出来这么不一样的一个方式，然后也真的邀请到各个原住民的部落的朋友，然后包括这么多朋友，反而是我觉得让这个力量更是强大。所以身为媒体，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那这个 William 这边也有在讨论，我们是不是在北美这边加拿大温哥华这边也继续推动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活动。那这是有关媒体的部分。那有关于我们制作的部分，我就是像一个小迷弟一样在看这个纪录片，因为这让我觉得非常的佩服。因为我们自己虽然大多是在拍一些 YouTube 的影片，但其实我自己有一个 YouTube channel， 那我其实想要做的是一些社会关怀、社会支持的部分。今天晚上会播一集，大家要订阅、转发，小铃铛开起来。不好意思，不开玩笑。对，就是我们其实常常会碰到的问题是我很想要问的，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去采访一些弱势团体，或者是说以公益 的角度再出发去做一些采访的时候，往往会被别人可能会去质疑说，你这个动机到底是什么？是来自于商业呢，还是来自于你背后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目的？但是我看到导演呢，你刚刚有说过的一件事，我听得很感动，就是你会碰到很多的阻力，但是你是去记录下你想要拍的事情。那你这个方向是不会变的，但
我就很想了解说，因为我知道您拍了非常多的纪录片，其实昨天你跟我说之后，我也去看了很多。那我想，因为我自己是客家乡亲，希望下次有客家乡亲的主题的时候，我就可以来分享。所以我是觉得说，怎么样你在拍这些纪录片的时候，怎么像刚刚很多朋友有提到的，去取得他们的信任，让他们知道你做这个纪录片到底它的背景是什么，甚至它毕竟它会在院线去会上映，它会有这些可能是利益的问题，那一定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去进行，也让就是我们呢可以学习一下，谢谢。其实廖丽华，我个人在拍这部片，我跟他很开诚布公，就是我每一次要去拍，我一定会跟他谈话这样子。好，那我跟我们的制片人，就是我们是夫妻嘛，我制片人，我们是夫妻。我们一开始在拍廖丽华这个片子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知道他的处境，所以刚刚有讲到利益问题。其实我们的片子，在今年的11月26号要在台湾的影院上院线，原来是5月21号，因为疫情延后。那其实我们都自己有讨论，就是说我们原先想要用群众募资的方式帮他重建他的家屋跟祖灵屋，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头目在自己的部落里面，可能连家屋跟祖灵屋都没有，我觉得他真的是困难的，他就没有住在部落里，所以他现在碰到的那个相对方，当然也是因为他没有在部落里，那所以就变成别人在执行他的头目身份，这样，因为他们就是亲戚关系嘛，对，那所以我觉得他又没有能力改，那我觉得我们拍的这部片，我们没有办法说想转身离开，这样，就是说拍完我离开了，这样，我觉得好像我有点做不到这样子。因为看到他很多的困境，所以我今年应该说去年台北电影节入围以后，我就邀请了台湾有一个叫贝壳放大的群众集资的公司，还有我们的发行商千猴子来看这部片。那看完片了以后，他们双方都就是都愿意跟我们合作。那当然我们在群募的过程当中并没有为他募到他的费用，因为毕竟他很个人，有些人会觉得说这是很个人。那台湾现在很多群募，包括刚刚讲弱势团体这种小孩子的疾病的啊，这种比如说有些小孩子什么状况，或者是孤儿院啊，老人院啊，什么这些，其实现在在这方面群众募资都还可以募得不错。那廖丽华的募资，其实我们当时在推的时候也是碰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他毕竟就是他一个人这样子，大家比较没有办法理解，这对他其实是还蛮重要的。那我们没有推成功以后，我们群募的部分，我就跟我先生说，就是我们的电影院的票房里面，我们会有一个比率，就是拨给他，就是当他的基金这样子。其实我们拍这部片的时候，就是一开始就是想帮他做群募。好，其实我一开始做群募的时候，就是帮他重建群募，可是群募公司跟我说，你一定要以纪录片为主，因为现在看到的是纪录片，他的是微辅，所以原本我想把他的重建基金放前面，我纪录片放后面，结果因为他们的建议就说你一定是纪录片为主，然后他微辅，所以最后我们转过来就变成先募我们自己的纪录片，因为我们纪录片要上映也要经费嘛，所以我们就募我们纪录片的上映经费，然后后面募他的这样。对，那我只能说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只能就是很
坦诚不公沟通你想要跟拍什么这件事情，这样，那保持对他的关心。好，我们对他的关心其实从一开始认识他到现在一直都在，所以我们去拍他的片的时候他也跟我说我们拍他的片给他也给他很大的力量，这样子。对，因为比如说像他妈妈刚开始其实也没有很愿意被拍，这样子。好，那可是拍到后来当我们剪接其实是把我们的剪接设备全部搬到头目家去，因为很多族语在台北我们找不到人翻，因为国语好的族语没有很好，然后翻起来很慢，好，就是不快，所以我们后来就是直接整组人下去南部，然后就是有一个人就坐在我们的剪辑机旁边，我就播一段他讲什么，播一段他讲什么，播一段啊，我决定这个是不是我要的，如果是我要的我都仔细的翻，如果我觉得我没有要用我就没有翻，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实在太多了，好，主语的内容实在太多。对，那我们就是这样把它完成。那当我们最后要回来的时候，头目就跟我说我妈妈今天晚上上回大后部落的时候跟部落的人讲我们拍这部纪录片，他讲到他都哭了，这样子。对，他觉得我们就是说到的都有做到，这样子。因为我们当时也跟他们说我们就是想要上院线，哦，等等，这样。那我们确实也一直朝我们当时有跟他们提到我们的目标，我们也朝这样的目标去前进，这样。对，那我只能说毕竟我觉得我讲我自己的经历啦，哈，我的第一部片拍的是撒奇莱雅族的灭亡与复兴的故事，我们片名叫《火中的太阳》。那这部片我们拍了5个小时，在拍这部片之前，我其实我个人没有接触过原住民朋友，然后不论是念书工作都没有接触过，所以当我要拍这部片的时候我个人也会觉得没有接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跟他们相处对谈，这样子，因为毕竟没有接触过。可是我拍了那部片以后，我不知道现场的原住民朋友知不知道李来旺校长，他被称为是阿美族的国父嘛，哦，那撒奇莱雅族他其实是撒奇莱雅人。那我们去拍了这个故事，我们拍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过世了，我们拍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发现就少数族群嘛，因为他们当时才几百个人而已，愿意承认他是撒奇莱雅族的人只有几百个人，非常少。他们现在大概有将近1000人，从300-400人一直累积这样，我们已经拍了12年了，2009年拍到现在已经12年，他们累积的人现在可能才1000多人。好，那我当时拍我就那时候有发现，就是觉得说少数族群其实他们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文化其实他花费的心力是非常非常的大，不论是精神金钱这样子。那这位李来旺校长他就是几乎一生都奉献在他自己的族群，当然也包括阿美族，因为他们当时就是逃到阿美族的周边，然后自称自己是阿美族人。这段故事历史故事渊源很久，就是他们在清朝时代被灭族，火攻灭族，然后13岁以下的少男少女就是逃亡出来，那现在的人就是那些人的后代。那我当时就觉得哇，他校长一辈子的薪水很多都是为了培育他族人小孩子让他们念书，因为他觉得唯有念书才有办法让他们的族群复兴。后来他们也真的很快就是恢复他们的族名，就变成台湾原住民第13族。那我拍的这部片我就觉得我就在反思啊，我就觉得哎，
他做的事情我做得到吗？我觉得我不一定做得到，要我把我一辈子的薪水全部都奉献，像他小孩子没有钱吃饭，他就把他叫到他家吃饭这样子。然后太太就说，其实我家也没什么菜，我家就几颗花生米这样子，他也没什么菜，因为很久以前嘛。所以可是他就是这样子在照顾他自己的主人。那我当时就觉得就是他们的情操都很伟大，所以我其实拍了那部片，我其实对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族群，我其实是有完全不一样的就大改观就对了。嘿，那之后我又拍了一部《神秘的史前踏浪人》，也是南岛语族，讲用考古的物质文化讲南岛语族的扩散。那我当时去万纳度拍，那边也是部落型的社会。那当我们拍到一个酋长，他大概70岁了，我们跟他说你可以唱你们的歌或跳你们的舞嘛，这样子。那当下他就抱着我们的制片人就哭了这样，然后抱很久，他就说他们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跳他们的歌，唱他们的舞，就是唱他们的歌。那我当时其实我也受到很大的震撼，就是说其实我们当时去拍的时候，每天4点多这个头目就会起来敲木鼓，因为那个岛不大，他就起来敲木鼓，就是叫大家进教会上教会。那可是当讲到他的传统文化的时候，其实他是痛苦的这样。所以我是觉得说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他自己的文化种子，无论你现在的信仰是什么，他内心还是有他的文化种子。只是当然随着现代化，随着很多影响因子，所以慢慢的这些可能没有了。所以那件事也让造成我很大的影响。我觉得文化应该是多元的，就是我们应该要尊重不同的文化，因为这个文化像排湾族的文化，我个人觉得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可能，他们的生活长久累积下来才有这么样子的文化深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包括他们的名字或家族的名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对于我们原住民族的这些理解，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帮助。所以在拍摄廖丽华的纪录片的时候，其实我完全就是比较我没有觉得他跟我是不同族群。我在拍摄的时候我并没有放这样子说我是汉人他是原，我没有这样的态度在里面这样。那对，那我就是怎么讲，那其实我们在拍这部片，我们其实我们拿到预算，你看我们拍了7年，我们拿到预算是台币180万，对，其实没有算很低。对，那我是觉得说虽然这部片其实它有很多的意料之外的事情，但是我总觉得不应该因为这样放弃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是一步一步坚持到现在这样子。那其实我们还是一直希望可以帮那个丽华头目可以我之前有一个 Q&A， 他问我说你还会再拍第二部吗，他的续集这样。那我就跟他说我拍他的续集大概就是当他重建他家屋的时候，有能力重建，有就是可以重建家屋的时候，我就会拍续集的这样子。对，那我只能说我们到现在的还是想帮他这样，不要说帮，就是还想
将一些资源，我们这边能用到的资源有没有办法跟他做一些连结，对，让他不要那么辛苦，能再更顺利一点这样。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愿意牺牲奉献到这种程度，而且他赚的钱也不是自己大吃大喝，都是用在自己的股，我觉得这已经比较很无我的，就像刚刚讲，其实头目都在牺牲奉献，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我们其实社会上应该给他一些协助，给他一些资源，这样子。对，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有，很谢谢，我觉得你给我很大的启发，真的很大的启发，因为我觉得做纪录片的导演都不容易。然后，但我刚刚听到这个片剪辑出来是这个样子，然后原来中间发生了那么多故事，然后其中一定又要再去改写一些脚本，然后把这些故事重新把它放进去，那我觉得是真的很厉害。然后我们那个另外一个我们导演，他因为这样有一个问题，想要请问一个比较技术上的小问题。Hello， 哎，你好。我想问说你的毛片，就是因为你是这样子一直跟着他拍摄吗？就是你们跟他拍摄的时候，你们是有住在他们部落，还是你们是有就是有点像是有写好 schedule 说你们是要什么时候去拍摄？因为他们的，因为纪录片，你这个影片看起来感觉是拍着他们日常生活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们在拍摄的时候要跟他们相处多久，然后跟你们的毛片应该很多，那你们是怎么决定要放哪些片段到影片里面？其实我们要去拍摄的时候，我们我个人会有一个目标，就是每一场我拍摄的目标，但是我不会设定的很死，因为我觉得纪录片会有很多的意料之外的事情，那我觉得我那个才是会是最精彩的。所以我每一次去第一件事情跟头目聊聊天完以后，第一件事情我其实就是帮他别麦克风，然后呢我就侧录他，这样子侧录他。那但是你说我比如说他二儿子回来那一场，我知道他要回来了，我就在那边坐在那边等他，等到他回来的那一刹那，我们拍他下车跟妈妈的互动。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部片会看起来很真实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任何是配合拍摄的，就是完全没有说你要做什么什么，那我拍你什么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就会没有那么自然，所以我完全在旁边，我只能说我们一到现场，我的天线就是打开了，然后我就一直关注我们头目跟他的家人，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虽然有讲主语的时候我都听不懂，但是还好，因为我们丽娃头目就是他都讲国语嘛，对，所以我就是反正我就是一直跟着他。所以我们这部片我们设定的就不是像很多原住民族的纪录片，它其实都是很漂亮的大山的山景啊，很漂亮的这样子的拍摄。我们比较是用事件的发生来说它的故事这样子。对，所以我只能说看你自己想把你的片子设定在什么样的风格。那我这部片我就是设定在我要抓的就是很纪实的纪录片。对，我去年在去德国柏林参加影展的时候，那一年得奖的一部纪录片，它也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部纪录片，在讲车程的同性恋小朋友，同性恋，然后他们在研究，就在营救他们，因为车程对于同性恋人，他们会打他们，甚至会把他们杀掉，
所以就有一些组织机构就是会去营救他们。然后那部片也我当时看了也觉得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真实，就是完全都是在侧拍。那我当时就觉得我阿彩依然走很写实真实的路线，我觉得我当时是对的这样。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原住民族朋友他们并不怕镜头，并不怕镜头，然后他们很开朗很活泼。那我觉得我去拍他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想如何把他的真实的人格特质表现出来。所以他很活泼的时候我当他很活泼，可是他很辛苦很忧愁或什么，我们也要把它拍出来，因为这才是真实的他。对，所以我只是设定成我就是要拍一个最真实的毛利华的故事这样。那如果你这个目标抓准了，其他其实就看你在现场你的故事，你想看到你想要抓他的什么故事，因为你就在他旁边，就看你想拍什么。唯一的一个就是他的大儿子，因为他大儿子我们去拍这么多年没有见过他，所以他是我自己觉得我一定要拍他，因为我不希望在他妈妈的纪录片里面他缺席了。我相信他以后他会后悔，因为全家人都有就没有他，唯独他缺席。所以他的大儿子是我直接追到他的爸爸部落里面去拍他。对，因为我希望让他比较可以安心，也让廖丽华觉得他全家都在这样。对 okay, 谢谢魏导。那个真的是谢谢魏导帮我们介绍了诠释了最真实的一个纪录片的一个摄影的方式。那我想现在的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差不多到6点左右。那 CK 这边也设定了说，如果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如果还希望再继续再跟大家一些交换意见，或者说再发表意见的话，他有做了一个 Clubhouse 的一个 Meeting Room 的一个分享。那如果说朋友还有一些问题的，我们可以移驾到Clubhouse 那边继续来做讨论。那我想我们线上的时间差不多到6点左右。那经过这一整个下午，那也真的是谢谢大家。那这次同时也跟全球的朋友也一起来分享一下魏导的这部片《阿查依兰的呼唤》，也在我们9月份温哥华台湾电影节，也是我们台湾电影节所邀请的放映的电影之一，所以也恭喜魏导。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来看一下我们台湾电影节，有一些台湾的一些电影来在海外，包括北美，包括全世界来做一些放映。所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那看 CK 有没有什么补充的？谢谢魏导这边这么丰富的题材哈。那也非常感谢今天来了这么多嘉宾的第一手的见证，然后也提到了这个片中没有真的那么掌握到的，比如说宗教啊，或者婚礼啊，然后就整个文化层面有更深一层了解。那如果各位朋友更多的问题，我欢迎大家移驾到 Clubhouse， 那我们等一下在那边会继续做开一个主题房，然后来做讨论。那另外我们刚才在 chat 放进这个今天的回馈问卷，然后以及等一下这个Clubhouse 主题房，那各位的 email 里面也会收到最近一封 email， 所以欢迎大家循着这个连接过去。那这是我们比如说右上角，这是我们双向语音会社在从去年开始就原住民族方面所计划的一些片子。那也希望各位朋友能继续支持我们这边的活动。那尤其这真的懂这些文化的朋友们，请不吝指教
那可以再提供给我们更多的连结，可以把后面节目办得更好。那简单介绍一下，两个礼拜以后会有这一出不止唱歌吧纪录片啊，这是布农族台湾原生红声合唱团的故事啊。那我们邀请到马彼得校长以及这部片子，还有最新的这个听见歌在唱的导演杨志林导演和念林老师都会到场跟我们互动，所以欢迎两个礼拜以后大家来参加这部不止唱歌吧。那在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更丰富的节目，我就不多说，大家请继续关注我们的 email 里面一些更详细的资料。所以再次谢谢各位啊，谢谢大家支持台湾影片放映行动啊，这是我们的这些讯息，我们也都会在 email 再通知各位啊，非常感谢，交回给 William。谢谢，拜拜。谢谢大家，谢谢，拜拜。拜拜。好，我们 Clubhouse 那一头见。拜拜。对，你大家好。好，小朋友，两个小朋友。Ethan and Anne。大家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味道，加油。拜拜，拜拜，谢谢谢谢。